音樂創作係娛樂服務大眾，所以更加應該俾觀眾喺球會上表達自己嘅喜愛。可以樂壇歌手係更加應該得到服務對象嘅認可。第二，樂迷被專業評判嘅選擇更可以準確地反映社會嘅喜好，利於投資。在資訊爆炸的年代，社會的口味會隨時轉變，近年樂壇的發展趨勢向國際化，由樂迷選出更可以反映每一個作品在本地和海外的市場狀況，彰顯 出該歌手的商業價值。一家唱片公司、任何製作公司旗下有不少歌手，但不代表會將資源全都分散給更多人，因為這間公司是一家企業，利潤最大化才是首要目標。韓國 YG 娛樂旗下的 BLACKPINK 女團在2019年成為第一個獲得美國音樂錄影帶大獎的韓國女團。同年，韓國男團防彈少年 BTS 亦獲得了由美國樂迷選出的告示牌音樂獎，進一步證明其國際影響力，亦顯示韓流成功打入美國市場。可見樂迷由樂迷投票，不單止可以證明其本地的價值，更加可以進一步顯示歌手在國際上的聲譽。最後想問有方同學，音樂藝術有沒有客觀標準？如果沒有的話，咁專業評判的評價的時候，又是按什麼標準去定？如果有的話，又請問這一類標準又是從何而定呢？多謝各位。請關注電用時間為3:54，保持持續性扣分。跟住電梯係慢多轉變，仲有4分鐘時間，咁有時間。有方開電，五眼不見有光，完全搞亂咗樂壇嘅定位。覺得頒獎典禮係啲咩？要反映樂迷嘅喜好，反映社會關注度，係要流量，係要提商業化。但係温同學辯題講緊嘅唔係音樂會，而係一年一度嘅樂壇頒獎禮。頒獎禮嘅目的，正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馮永添所講，係要表揚有傑出表現嘅歌手同埋幕後人員。因此，音樂本身先至係主角，而唔係為咗去取悦歌迷。一首歌好唔好聽可以主觀，但唔等於完全冇客觀標準。好似電影咁，每個人都有唔同口味，但都可以從唔同角度作評論。故此要衡量辯題，就需要審視邊一種評審方式更能有效咁樣選出過去一年優秀嘅音樂作品。我方認為應該由專業評審選出為主，原因有二：第一，肯定優秀音樂。以香港為例，近年香港樂壇的關注度節節上升，但獎項的爭議都不斷增加。又例如在超級頒獎典禮當中，所有的幕前獎項都是由公眾投票選出，得獎的往往都是當紅偶像。這樣的評審準則不是看音樂本身，而是看樂迷數量。有方同學，這個不是頒獎禮，而是告迷會。樂壇頒獎禮不是鬥人多，鬥音樂，當中是要包括歌手的情感表達、演繹技巧、詞以及伴奏樂器的運用。固然一首歌的受歡迎程度可以是其中一個參考，但好的音樂作品必定需要由作曲家、填詞人、編曲家共同合作。有些同學都知道的，但有些同學樂迷怎樣在這些不同的範疇度做判斷呢？全球數據分析公司尼森的報告指出，樂迷一般口味單一，會特別鍾情於某位藝人，而不理他音樂的好壞，可以說是什麼？會不惜一切支持偶像。譚詠麟和張國榮的歌迷就曾經因為不滿頒獎禮的結果大打出手，互相辱罵。這些都足以見到樂迷的關注重心是在於捍衛自家偶像，而不是關注音樂的本身。相反，專業評審就能夠集中考慮歌曲音樂的本身。台灣金曲獎評審張嘉明都指出，每個音樂從業者是有其專攻的項目，分類評審能夠令獎項的專業性更高。例如黃偉文、林夕等等就能針對詞，冠廷、伍樂成等等就能針對曲進行專業評審，確保得獎歌曲在各方面都是有一定質素。有冇同學今日以樂迷為主，專業評審為次，點樣確保獎項的評審唔會失去焦點，背離頒獎禮的目的呢？第二，提高樂壇質素。頒獎禮背後更深層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眾對於音樂質素的認識。但現在的頒獎典禮究竟是否可以令到公眾專注於音樂本身，還是會令到當紅歌手的演出、表演、做完這樣搶了風頭呢？樂壇是大家的，我都不否認，但頒獎禮最基本的是要對音樂負責任，不能夠為了配合公眾口味去取悅他們，就忽視了一些小眾、非主流的優秀音樂作品，而揀一些質素不達標的歌曲。如果連這個最基本都不能夠達至，這個樂壇頒獎典禮根本毫無公信力。
樂壇頒獎禮最需要嘅係真正專業嘅評選，回歸音樂本身，唔能夠訴諸情緒，咁樣嘅評選制度先至能夠帶動良好嘅風氣，鼓勵小眾同埋非主流音樂人繼續創作突破，提出新穎嘅音樂作品。同時提醒當紅嘅音樂人，將重點放翻喺歌曲本身，而唔係為咗去取悦大眾，繼而令到大眾認同音樂質素同埋歌手實力，有興趣繼續留意有質素嘅樂壇，咁樣先至係真正嘅振興樂壇。多謝大家。考分表面用時為3分4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公平環節，每一方可自由挑選對方一位成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觀眾嘅關注嘅點，包括人設，包括影響力同音樂本身係啲乜嘢關係？
兩者有乜嘢關係？第三次咪到方。就係歌手人氣、背景同埋流量贊助本身都係樂壇嘅一。同音樂本身有咩關係？佢本身呢一個樂壇本身已經係要睇呢一樣。所以就係人有方所講嘅，我唔係關注佢點咩咧？人設嘅關係同音樂本身冇關係，所以樂評幾好係唔能夠關於音樂嘅質素。樂評所睇嘅係嗰啲同音樂本身冇關係嘅嘢。好啦，我今日想再問有方啦，例如咧佢一揀一個最佳製作咁樣，我想問樂評咩關注邊個係最佳製作好啲啊？好最佳製作方向，佢哋咁最佳編曲咧，我唔係點樣揀邊個編曲編得好啲啊？其實呢啲都係幕後之家，即係其實我似乎幕後係需要競爭。係需要競爭，但都係頒獎禮入邊，我明要揀我哋嘅立場嚟講，咁邊個揀最佳監製，邊個監製得好啲啊？我唔係點樣揀啊？我哋而家呢一啲嘅專業評判可以俾一啲意見呢啲。咁點解唔係專業評判去揀咧？多謝各位。音樂人和音樂作品，有分業知道頒獎禮面對嘅係
民眾，係大眾市民，而唔係惡民啊！有講話咧，樂壇咧係要娛樂服務大眾啦，冇錯，樂壇可以係其服務大眾娛樂，但係歸其中一個目的，但班長咧嘅目的絕對唔係咁樣嚟。有講話，所以今日有講同學咧要變咗做咩咧？另外一個班長咧，咪咧惡民會咯。你鬥多份先，你多份先，我就俾個獎勵。你有300,000個粉絲俾一個，佢俾3個獎勵，100,000個粉絲俾一個獎勵。咁樣有講係咪又係想咁樣咧？咁班長係咪失去咗本身嘅意義咧？因此有講並唔反對你，例如話舉辦下網上嘅歌迷投票，反映下邊個歌手最多歌迷，但並唔係咩咧？係頒獎禮違反目的度喺頒獎禮度舉行啊！第二執行細節，今日有幫你講完過去就同我哋講咩咧？執行細節，今日有幫話咧藝術係客冇客觀嘅標準嘅，但其實有幫好奇怪嘅，有幫同我哋講話咩咧？專業評審係可以俾意見嘅，即係有幫都知道咩咧？專業評審其實係更加有專業知識，更加能夠選出到優秀嘅人出嚟咯。但係好奇怪，佢仲堅持就同我哋講話咩咧？應該繼續以惡民為主，有冇話冇評審冇客觀標準？但我哋見到係咩咧？金曲獎原來係最佳作詞人喺原創性嘅押韻方式、字詞運用、文化影響、社會意義等等，同埋佢哋揀出咗得獎者嘅時候，佢有評分標準之餘，仲要解釋點解我揀咗呢個得獎者，並唔係話啊，我覺得啊呢首歌好好聽，所以我就揀咗佢，而係佢用佢專業知識去解翻俾大眾知個原因，佢係咪原因㗎？同埋有冇同學咁好奇怪㗎？香港教育大學創意藝術學系教授謝從賢指出咧，超過一半嘅樂迷支持偶像，因為咩咧？佢哋嘅外貌吸引啊，咁樣咧，佢正正同咗頒獎禮嘅目的背道而馳咯。音樂質素完全已經俾人哋遺棄咗，變咗做咩咧？因為佢外貌，因為佢靚仔，我就投票俾佢。佢嘅歌係點咧？唔重要，我都投票俾佢嘅時候，咁想問有冇同學，咁樣係咪你想要見到嘅頒獎禮咧？同埋今日啦，我幫義父喺公面嘅時候問你，點解樂迷可以揀出最佳填詞獎、作曲獎、編曲獎等等？有冇咧都全部答唔到。再問多次有冇？我想問樂迷點樣可以揀出最佳填詞獎、專業獎、編曲獎等等咧？最佳歌手獎又點樣評斷歌手嘅音準啊、真假音啊、混聲區控制等等嘅專業技巧咧？有冇要解釋清楚？第三對樂壇嘅影響，今日有冇奇怪同我哋講咧？挑選出嚟嘅唔係樂迷最中意咧，就展示唔到認受性。但想問有冇點解評審選出嚟唔係樂迷嘅偶像就係做？就係錯，點解頒獎禮頒獎俾一個有質素而唔係最多樂迷嘅音樂人士一個問題咧？想問有方同學，你哋學校學期尾嘅頒獎禮係咪頒俾最受歡迎嘅同學，而唔係最文學兼優嘅同學咧？有方同學，今日連頒獎禮嘅目的都搞清楚嘅時候，點樣論證嚟幫你辯題啦？多謝各位。但如果他參加的是一個選秀節目，是一個綜藝節目。
現就成為咗評審之一，就應該以樂迷去做抉擇。其實有很多事情的本質不一定是取悦大眾，但一旦成為了商業化，就會以公眾評審去作為裁決。以辯論為例，現在的辯論比賽是教育為主而不是商業，所以不需要滿足觀眾，我們可以交給專業的評審去給更多意見給我們更多的同學。但好像內地綜藝節目《奇葩說》就截然不同，它一個節目重視收視率，即是哪一位選手晉級是由現場的觀眾去作決定，而這一班觀眾都沒可能是可能不會是專業的辯論員，所以專業評審會給他們意見，但最終決定權都是觀眾，因為他們是影響這個流量的最終施手。這個例子就好像我一開始所說，辯論不是商業，但綜藝節目就但綜藝節目的辯論就是商業，音樂不一定是商業，但樂壇的音樂就一定是商業。多謝各位。有意思咧，因為今日成場嘅邏輯咧係不斷前後矛盾、不斷退步，好奇怪嘅。嗱，頭先聽緊有關第一個邏輯，有關第一個邏輯覺得就話咧，因為咧頒獎典禮係俾樂迷睇，係俾觀眾睇嘅，所以我哋要做嘅咩咧係取悦觀眾，係睇商業化，係咩咧睇流量，睇賺唔賺到錢，成為利潤最大化。所以按有關嘅邏輯咧，喺頒獎典禮入邊，歌手唔識唱歌，唱得難聽嘅唔緊要啊，因為佢能夠有利潤咯，佢能利潤最大化，因為佢人設好好咯，佢得曬拍子嘅唔緊要啊，因為佢能夠賺到錢，佢俾廣告贊助商咧。好嘅，呢個有方嘅邏輯咯。咁樣嘅話咧，成個頒獎典禮嘅頒個獎係為咗做乜嘢？純粹為服務觀眾、服務廣告商，我哋實在唔係頒獎啦。大家唱個歌表個動力得咯。所以從有方第一，你對於頒獎典禮咧，淪為一個咩咧？賺錢嘅節目，取悦觀眾節目，而唔係睇音樂質素。所以有方開始就第二個邏輯，有方覺得咧都同意要睇音樂質素。所以有人嚟講乜嘢咧？就話其實樂迷不能夠反映到音樂質素出嚟嘅。咁嘅論證就係乜嘢咧？佢就話樂迷咧，因為睇你唱得好唔聽㗎，你唔好聽都唔認同，都唔支持你啦。但問題係你自己主辯講啊嘛，你話樂迷要睇。睇嘅係乜嘢？佢要睇歌手嘅人設啦，睇影響力啦，歌手要睇嘅係咧一個影響力等等。我想問呢一啲咁樣樂迷會睇嘅因素，同音樂本身嘅關係喺邊度咧？冇關係。第十問就係如果按你嘅邏輯咧，觀樂迷都反映質素嘅話咧，其實年輕人決賽咧都唔應該俾專業評審去做決定啦，都唔應該俾評判去做，應該俾坐喺後面嗰兩間學校嘅辯迷去做咯。等等辯迷會做嘅乜嘢？嗰兩間學校嘅支持者去投票咯。但佢哋睇嘅係乜嘢？佢哋就睇邊個辯員咧影響力大啲咧？佢哋會睇嘅咧係一個嘅。即係影響力人對，但係咩叫迷啊？迷就係講咩係樂迷辯論。例如我係 Mira 嘅樂迷，我會單一定支持 Mira， 無論佢從邊個歌手都好，我係支持住佢。同樣邏輯，兩間決賽學校嘅辯迷坐喺後面，佢只要投翻俾嗰間學校嘅票咯。即係辯論就係入方向最後咁樣嘅單，就辯論成咩咧？就鬥邊個粉絲多啲。啊，你呢個多過呢間學校嘅同學，所以你呢邊就贏。啊，你呢個粉絲多過呢邊咧，就贏咗呢個就贏。但同辯技本身有咩關係咧？同內容咩關係咧？相反，專業評判會睇咩？睇內容，睇辯技，睇你個反應。所以樂迷第二個邏輯，樂迷反映唔到音樂嘅質素。但甚至我翻翻公平問題方啦，你最佳編曲、最佳監製，你樂迷咩反映到咧？所以有關就第三個邏輯出現咗。同我哋講就話咧，對於嗰啲咩最佳編曲啊、最佳監製咧，啊專業評判做啲咩咧？我哋係俾意見佢嘅。但其實好奇怪，按你嘅邏輯，即係有乜都認同啊？最佳監製、最佳編曲等等啲幕後嘅獎咧，其實樂迷係根本就唔知做緊啲咩事，即係做緊啲咩事，你成唔知做緊啲乜嘢嘅，所以先至要俾意見佢啫嘛。有關認同，對於嗰啲獎，只有專業評審先能夠作出決定。但問題係，如果係咁。我點解要俾意見佢？點解唔直接由專業評審去做啊？今日講最佳監製、最佳編曲，但劉明晶同你睇嘅係乜嘢咧？係睇你嗰個錄音混音技術嘅處理啦，一個專輯嘅概念嘅結構等等啦。有關知道我係做唔知啲評審評審嘅，所以就話咧，俾專業評審去俾意見佢。但既然咁嘅時候，點解唔係由專業評審直接自己做決定，而係將變翻個波樂迷，變翻紅色嘅樂迷咧？所以因此，只有專業評審先能夠作出專業嘅決定，並且樂迷係頒獎禮係應該俾嘅認定，因為本身專業評審影響嘅。多謝各位。必须在5万元以上。
好，自由辯論環節現在開始，請正方派出各位辯護團隊。請問劉君，你哋用嗰個專業評審嘅評分機制，我係咩咧？其實我方過全場嘅，例如係教學比賽咁樣啦，要揀最佳編曲，佢會睇創新結構啦、音樂嘅樂譜編排等等。我想問樂迷點樣做到呢啲嘢咧？唔係啦，咁我哋個社會一嗰啲聽歌嘅風格一直喺度變緊嘅時候，咁我就想問下遊方嘅呢一個評審會點樣變咧？我都唔明白點解音樂風格嘅評審就根本音樂風格係評分咯？按你邏輯係咪應該睇影響力、睇人設而唔係音樂本身嘅投票？咁我同話，其實樂迷嘅就係流量，所以專業評判咪就係要跟住樂迷。到咗流量，所以按人工邏輯係咩咧？唱歌唱得難聽唔緊要，但係流量夠高就得啦，係咪咁嘅意思啊？唔係啊，咁其實即使我中意佢，佢都可以唱歌好聽㗎，冇理由佢因為佢流量好就我即係有方就認為佢唱歌差咁樣，其實係冇邏輯喎。咁唱歌唔好咁點啊？請有方舉個例子。嗱，有方同學，今日咧我同阿方已經講咗個例子，就係咩咧？原來有個調查報告顯出。只有一半的歌迷支持佢，因為咩？因為外貌。你點可以論證到佢哋唔會因為其他唔關乎音樂質素嘅元素而去投票呢？其實我哋今日可以見到啦，資料顯示啦，一啲嘅評判其實佢嘅評判，即係佢嘅評質都係會注重流量啦。例如佢哋係會指出一首歌預期嘅流行情況都係一種嘅考量啦。所以今日樂壇本身就已經離唔開商業，所以我哋今日見到攞獎都係會喺呢個黃金時段嗰度獲取噶嘛，所以就係一個商業化。個需要嗰個管道仔係咩咧？睇流量就得啦，睇質素唔重要。咁我哋講出頒獎定頒個獎係做咩？點解要頒獎咯？我哋搞得大型嘅演唱會就得咯。點解我哋要注重流量？因為依家我哋樂壇係講緊影響力啊。如果有方係要講如果有方係講音樂嘅質素嘅時候，點解有方唔去睇鋼琴比賽就算咧？係啦，搞大型演唱會都可以影響力展現到出嚟㗎。咁點解搞頒獎禮啊？因為頒獎禮同演唱會唔一樣咯。係啦，咩嘅點質係頒獎係頒獎，因為加啲優秀音樂人啊嘛。你有用嗰啲準用樂迷投票睇影響力點樣表揚到優秀嘅傑出嘅音樂啊？其實今日傑出嘅音樂都係講咗好多次啦。如果有方想睇傑出嘅音樂，有方可以去睇鋼琴比賽，而唔係睇樂壇咯。樂壇呢個本身就係已經喺度揀緊影響力嘅時候。所以有方嘅邏輯係咩？係咪樂壇咧？即係啲唔係音樂嚟嘅，呢啲係睇廣告或者啲傑出音樂好關揚咁樣嘅意思啊？今日辯題討論緊嘅係樂壇嘅頒獎歌手人氣背景流量都係樂壇嘅一部分嘅時候，有方憑咩認為呢啲唔重要咧？我想講落結論啦，有方覺得咧，樂壇壓出嚟唔係睇音樂㗎，聽歌就係睇鋼琴比賽啦，所以睇流量呢個有方嘅邏輯。咁我就唔明你頒獎係頒個獎嚟做乜嘢啦？好啦，我方想再問有方啦，格林美獎例如我哋一揀一個最佳監製，你樂迷點樣揀到邊一個叫做好嘅監製？樂迷都可以揀一個好嘅監製㗎，就好似黃偉文咁，黃偉文都係一個點解佢可以作為有方所認為佢係一個好嘅填詞人啊？都係因為樂迷中意佢，佢先可以作為有方所心目中所認為嘅好嘅填詞人㗎嘛。如果佢咩人都，如果冇人識佢嘅，如果樂迷唔中意佢嘅，有方又點樣識黃偉文啊？有方講得啱，中意佢係一個好主觀嘅決定嚟㗎喎。佢係點樣睇編曲？點樣睇監製？點樣睇創新角度啊？和聲安排呢啲，樂迷點樣睇到呢啲結構咧？其實呢樣嘢樂迷中意咪得咯。所以第一，黃偉文唔係監製佢填詞啦。第二，我中意同得，雖然其實有方講到底咧，唱歌唱得難聽唔緊要，走曬音唔緊要，只要咧人中意同得。所以我就唔明你翻嚟頒獎咁翻嚟做乜嘢啦？我哋邏輯，我想問你係咪樂奇美頒學業嘅獎？我哋都唔得成績喎，冇計得你執著歡迎咁樣咧。我方啱啱咪已經講咗咯，呢啲咁嘅頒獎同埋樂壇嘅頒獎係唔一樣噶，就好似辯論比賽咁，呢啲係教育啊嘛。但係依家我哋講緊嘅係以影響力喎，影響力同我唔明白，影響力同埋學奇美嘅頒獎禮有咩關聯啊？邊個話樂壇講緊影響力？樂壇頒獎典禮講咧係要尊重質素啊嘛，傑出啊呢啲點解關影響力事咧？點解依家我哋以流量為主就唔係？就唔係就冇專業咧。咁啱啱提一個好簡單嘅問題，睇流量為主，咁點解你要頒獎？頒個獎嚟做乜嘢？點解要辦演唱會？仲有今日有方好似喺度歧視緊一啲流量好嘅歌手，流量好嘅歌手都可以唱歌好聽嘅，就好似張天賦咁。張天賦佢即使係流量好，但係佢都係唱歌好聽㗎。冇錯，有方就講咗咩咧？流量好歌，單單睇流，有方係冇理到頒獎禮嘅目的咯。你流量好歌咧，咪冇得成個投票咯，即係話哦，原來咧佢最多樂迷嘅，但係有方同我點解釋香港作曲家嘅？佢唱歌好聽，佢就引領到個潮流，佢引領到流量。啲歌迷因為佢唱歌好聽而中意佢，咁點解呢樣嘢就係錯咧？有冇同你要講點解頒獎禮睇流量？乜你都冇解釋過，而家再講，而家做乜嘢要同我哋講話咩？係睇
前又話咧，其實專業報批俾意見佢嘅，你咁 cap 流量，點解你要專業俾意見佢？俾啲意見咪俾意見咯，有咩問題啊？你睇流量喎，你俾睇專業評審嘅意見做乜嘢咧？咁樣嘅話，咁有可能性，如果冇觀眾冇流量，又何來超發展咧？我都唔係冇觀眾冇流量，我而家係專業評審為主，我咪可以維持佢哋都係反映佢哋嘅意見啊。但係反映方，我咪點樣反映到嗰啲專業嘅技巧咧？嗱咁即所以今日我哋咪俾意見咯，俾完意見再令樂文自行判斷咯。所以又可以俾意見，或者又分分重視音樂本身啦。咁我哋問嘅就係樂文俾翻俾到音樂本身啊嘛。我問你，樂文點樣打最佳監製啊？都話最佳監製，樂文自己都會有判斷力咯。啊好啦，好啦，點樣判斷邊個係最佳監製？啲咩準則去判斷？樂文自己心中所好。即方好啊。喺商業時候都講得好全，越講越離譜。我淨話咩咧？音樂頒獎禮咧，淨唔係音樂嚟嘅，你睇音樂就睇鋼琴啦。頒獎禮個下就睇嗰個流量嘅。所以我哋用質唱歌唱得難聽，質唱歌都可以拎最佳男歌手，呢個係流行嘅立場。因為佢培養賺得好多。第三啊，就係我哋第二個邏輯要同我哋講話，如果你覺得咧，音樂質算嘅話，好多時候係。請問在座各位有冇發現台上面完全沉曬？
然之後跟住友方講唔過去，就同我哋講音樂嘅標準嘅供電嘅時候，有同我講話標準係固化喎。但無論時代點樣變嘅時候，音色、音準、節奏呢啲標準係一直都存在啊。相信友方都唔會認為一個走音嘅歌手唱嘅歌係好聽，亦都唔會認為係對音樂人有幫助。其次，音樂嘅標準係可以包括創新創意，更加係冇規限緊佢嘅風格。點解就會好似友方咁樣係固化咗成個樂壇呢？跟住我哋嚟睇第二樣樂迷，友方成場都睇唔清楚樂迷嘅心理狀態㗎。既然友方睇唔到，咁我就扮一個十分之狂熱嘅樂迷啦。咁我就好中意一個歌手，我有齊曬佢各式各樣嘅周邊商品，即係同佢有關係，有個樣喺度嘅產品我都有收藏喎。冇錯，我的確係有留意佢發行嘅歌，但我比較關注嘅係佢嘅音樂定係佢個人本身咧，其實我自己都唔知道㗎。總之就係中意啦咁樣。有樂呢個就係一般樂迷嘅特質啦，但係咧有方反而同我哋講話係講流量代表性，就好似有方先前所講啦，質素係重要㗎。有方都話咯，評審會俾意見喎，其實都認為專業嘅意見係重要，係重質素㗎啦。就算真係有樂迷係會真係好似有方講到好理性咁樣分析到音樂嘅質素喎，咁樣就退一步嚟講啦。咁我係一個淨係聽歌嘅樂迷啦，我聽過好多首音樂啦，咁我係咪有專業嘅知識去評選一翻個歌呢？我對於好唔好聽嘅定義，其實純粹在於自己嘅感覺，係冇一把標準、一把專業嘅尺去衡量到一首音樂有冇質素㗎。再者，頒獎嘅獎項係五花八門㗎，有歌唱技巧、就作曲、作詞、編曲等等嘅範疇。評審嘅背景係嚟自各行各業㗎，呢啲學術層面嘅領域係需要真材實料先係能夠評。專業咁樣評審到出嚟，我方一路咁問你，究竟一啲最佳監製啊、最佳編曲你學埋點樣揀嘅時候，問到有方都答唔到，具備唔到呢啲嘅知識嘅時候，點解要等樂迷去主導成個頒獎典禮咧？多謝各位。
所以今日有方要辯題最大嘅誤會，就係認為頒獎禮係評價作品嘅好壞。但我方嘅立場之下，獎係代表緊歌手嘅召喚力同影響力，作品亦會喺唔同嘅時代、唔同嘅地域有唔同嘅評價同價值。今日張天賦拎獎，有方就話佢係靠樣，而忽視佢都係有努力，忽視佢嘅實力唱歌。另一位歌手攞唔到獎，就認為佢係因為唔夠靚仔。咁樣對於獲獎者同埋落選者都係唔公平嘅，所以有時攞獎，所以有時攞唔到獎都係有啲運氣嘅成分。你首歌喺咩時代、咩競爭下出現，都會有自然唔同嘅結果。樂壇又點會只係得作品本身呢？多謝各位。專登 goes into 嗰啲 details 定係點啊？即係去到
好後期先至會出現 Jennifer 啊、Mira 啊、Gentle 啊嗰啲咁樣嘅例子。我係識月芳，月芳做完之後，甲方就起身問佢：你覺得鏡中鏡中鏡係做你上嘅？如果你專業評判嘅時候，你覺得邊邊邊同我好聽？即係我識呢啲精比較精彩嘅嘉賓好容易出現。咁我唔知雙方係驚得罪 Gentle 啊，定係原因咧就將呢啲嘢就去到好後期，其實冇得提過。一啲反而外國會提到 OK 嘅，大家呢條片係唔係淨香港？咁所以同我 expectation 係有啲唔同。今日咧，我覺得兩邊個主線俾少少comment咧，就係、是、政府就簡方就簡單嘅，就係、是、問你樂壇要錢啫嘛，你都係賺錢嘅，賺錢你唔知道噶嘛，所以樂壇頒獎典禮咧離不開錢。你解唔講都有聽，粵方係有開心嘅一個 point 咧，就係而家我只係可以喺頒獎典禮嗰度，係咪？點解嘅粵方話唱片歌手可以賣唱片，可以賣 Spotify， 可以開演唱會，可以賣應援物，全部都賺到錢。點解仲要用樂壇頒獎去賺錢？呢個係甲方一個講到好理所當然，但係未解決到嘅一個或者喺你主持度佢有好有需要去解決嘅問題，但係佢未 check 到嘅，我覺得。因為你解決到一般反方唔會放你，亦都一定啱嘅就係任何一個頒獎禮，無論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定係而家 ，sorry， 任何一個樂壇都需要錢嘅牌子，呢個係冇得錢。但係點解樂壇頒獎禮喺成個樂壇嘅版面上面係要扮演住為唱片公司、為經理人、為音樂製作人、為歌手去賺錢呢樣嘢咧？甲方未高唔到好啲。你我諗你唔係需要觀眾呢個好啲嘅先至成你嘅事。嗱，例如你應該係俾啲例子我就係話，點解樂壇頒獎禮對於一個歌手嘅流量，對於一個歌手嘅即係紅唔紅，係有時有啲關鍵性嘅作用。即係例如可能2021年定係2022年嘅903嘅頒獎禮之後，先好多人見 Beyonce sample。或者可能某一個頒獎禮上面佢嘅演繹，佢未必係攞咗獎上台唱歌，但係佢演繹係超咗班，所以好多人明白。我唔知呢啲例子，你要有啲例子你先可以話到我聽。樂壇獎頒獎禮嘅 concert 係通常幾多錢啊？大佬，陳奕迅演唱會幾多錢啊 ？Taylor 演唱會幾多錢啊 ？Jennifer 佢冇話咗佢噶嘛？但係演唱會，但係頒獎禮唔同，我仲要直播喎。好多人睇嗰個免費黃金時間喎，嗰個就係一個大家睇場，佢嗰個成個氛圍嚟講，你要俾類似呢一個信話俾我聽，嗰個頒獎禮點解咁重要？點解咁獨特？對於佢揾錢 ，OK？ 咁呢個解方係做得第一個喺條線上做得係太足夠嘅嘢。粵方我唔明嘅咧，就係粵方咧，其實佢做咗好多資料咧，係講緊外國嘅啲獎項咧。佢嘅嗰啲專業嘅評審嘅嗰啲 standard 係乜嘅？而呢一個問題咧，甲方開面一直以嚟問到林文樂，其實你有嘅一次做乜原創性啊？個社會意義、混音技巧、概念我抄我抄到呢啲嘢嘅。咁但係你可能選擇係比較後先出，因為咧其實呢條問題正方係一條，我覺得都大家方一條公信力比較高嘅題目，即係你評審嘅評審，你按啲乜嘢去評審咧？咁如果你有一啲資料上就，其實應該可能比較早出嚟就去講呢樣嘢。不過，就算有呢啲 standard 專業評審嘅嗰啲細項都好，咁樣又代唔代表即係嗰個專業評審係達到你嘅成個效果咧？就呢、這個正方嘅方面有少少問我，你嗰啲填詞人，你嗰啲編曲人，你要編出嚟先，邊個黃佢問緊？會嘅，邊個黃佢問緊專業啊？我覺得專業喎，佢成日歌就係專業㗎。佢定係你，其實你都係有專業，因為佢寫得流行歌先專業啫。佢寫嗰啲歌都唔係首首都係哲學文字學文學嚟㗎嘛。佢都好多庸俗嘅嘢嚟㗎。佢都有好多可能喺有方從生活中係好難聽嘅歌㗎。即係我唔就話人家好唔講，你點㗎？即係我係會質質佢個人嗰啲專業，有咩用專業？佢咩資格？譚俊麟有咩資格做做呢樣嘢？第一樣啫嘛，即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有曬嗰啲專業嘅人喺度？亦都有曬嗰啲專業 stand 喺度，等唔等於佢就可以好專業去做咧？就正如我頭先同阿 Alan 咁傾偈，話我咁
辯論比賽，即係每個辯論比賽都有唔同嘅嗰個 standard， 哦內容啦、性啊咁樣樣，有噶嘛。咁但你會唔會覺得每個辯論比賽嘅都係唔公平嘅？或者你打辯論實鬧評判嘅，實在得佢做得唔好啊，唔代表噶嘛。即係咪呢樣嘢係咪又係甲方又可以施加啲壓力俾佢咧？甚至乎可能甲方去到比較後場就開始講搏殴啊、黑搏啊嗰啲嘢，即係。我覺得卡入開唔是真錢嘅，就即係講 TVB 嗰啲即係嗰啲利益啊、杯葛啊、盤下嗰啲。嗱呢個粵方又好高同團隊喎，即係我又覺得我粵方我就點都唔會成 TVB 嗰個嚟住，即係呢個係有啲。咁就。正方嘗試講很多 overseas 啊，打開海外市場啊，國際影響等等嗰個，但係因為雙方都有啲問題，就係佢只係講咗嗰樣，但冇佢就冇佢可能都唔同意，即係自由辯論咧，自由辯論其實都去到自由辯論，但即係打咗場比賽嘅中後，其實都只係要 level 得唔錯，但係都仲有好多論述都係即係嗰啲，譬如話佢問你咁錢有啲咩重要啊，或者學有咩重要，其實你都係。即係講嚟講去都講到咁，究竟係你諗得唔夠深入啊？冇乜例子去 substantiate 啲嘢啊？定係其實你根本上係好透徹地回答你嗰個方講嘅主持人啲乜嘢咧？我覺得今日兩邊都俾我好深嘅印象係咁樣咯。係頭先提嗰、那個國際嗰個遊戲，即係我覺得你之前講到就係話佢哋有啲韓國嘅團去咗韓國攞獎即係你想代表啲咩咧？呢個方呢一樣嘢對於仍然係你個方 contribution 係啲乜嘢咧？我唔係睇得出，係啊。咁即係因為你辯論比賽，你得三分鐘、四分鐘，你每四每一句每一個例子都係要有意思嘅啫。你要俾到我知道點解你講呢句咧？對於甲方或乙方立場，或者對於你不對方立場有啲咩嘅成效咧？呢個係需要加點功夫係啦，方案。有一個位置就是對面主辯 ask 你有問題就是
己轉面冇講去到一款之後，就換個位都講少少咁咯。嗰啲位係我個分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係轉面本身前面講都笑出嚟，都會即係攞個位分咁啦。咁仲有我呢個都係可能你哋後面有少少呢個問題，就係你哋有少少太訴諸於你哋覺得專業評審咧做嘅決定就一定啱，或者做嘅決定就一定係好公正啊咩成，你哋太過依賴呢一個嘅身份，所以就變咗你哋成場都冇乜去論證過究竟點解就覺得點解温文係專業啊咩成嗰啲，即係對唔算太大打呢個位啦，都有呢個諗法。咁然後公辯我唔算太多 comment 嘅，但純粹咧，我覺得係俾少少 comment 甲方嘅公辯咧，唔好問咁多主線嘅 Q， 即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你打緊你個公辯嗰陣，人哋係攞翻佢份主面嗰度咁俾你聽，即係我唔知係咪主面嗰，但係我嗰啲嘢佢讀出嚟，我係聽過咁滯，即係我跟住主面嗰之後聽過下，所以變咗即係你哋例如你哋一開頭問咗話嗰啲。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你哋要 refine 少少個問題嘅 wording 咯。你哋有問話點去 refine 一啲專業嘅評審或者咩？成日人哋就同你講啊，出名嘅詞曲編啊咁樣去講出嚟，就可能俾一啲人哋咩？成日要再講佢哋實質用啲咩嘅標準去做嗰個評審工作。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係轉少少個 wording， 就係例如係你點確保到佢哋嗰啲 standard 就係你對面所追求緊嘅質素或者咩成，點樣確保到佢哋係做到你個標準啊咁樣咩成？我覺得係轉少少 wording 其實已經能夠令到個公辯好睇好多。咁然後即係相反咧，就係例如粵方即係發動個公辯嘅時候咧，就直接一出到嚟就係話，咁係咪真係直接話喺賺得最多錢就得啊？喺個版面點嚟講，係賺得最多錢嗰陣贏啊咩成？咁呢一種嘅問題係會比較即有攻擊性，相對我諗你哋都會覺得係回應得比較平嘅，所以我覺得喺即問題嘅設計上可以花多少心思嘅。咁然後咧去到甲方一副咁出到嚟就去再講翻嗰個你哋有 extend 到全球嗰位啦喺呢度，咁都有繼續貼地啲咁樣去打落去，創造營生，其實學談就係要賺錢或者咩成，大家都要錢咩成，我呢啲話係 O K， 我冇分。咁但係咧，我覺得有位唔係話講嘅嘢係錯，但係都有少少太淺嘅話題。你講話內定獎項嗰 part 咧，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你係正方二款出咗嚟講 TVB 嗰樣嘢先，跟住你考個面關就同嗰個內定獎項啦，我都覺得 make sense。但係如果你一開到嗰陣前面仲係打緊啲好表面嘅，就無啦啦話，咁對面係咪你係咪有幫同學係話想個個都有獎我啊咩成？咁我覺得對面好似冇講到咁專注，咁我就覺得即係嘅，有陣會嘗試去將對面個立場會去再推多步，譬如話佢咁樣唔明聲，我覺得係會出現嘅呢一個打法。咁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推得太啲嘅，即係咁樣講法。咁然後反一嗱。反一OK 嘅，我覺得但係咧，我覺得我唔知呢個係即係唔止一副啦。我覺得其實後場一路粵方都可以有個講法，其實就係如果對面真係今日一路撳佢執中呢啲有幾多 fans 啊，即係有最多 fans 就會贏啊咩情況話，其實你唔會有一啲係真係慢慢又直直無名，跟住即係你唔會有唔出名叫出名，你冇呢樣嘢，因為你出名就會因住佢每一個頒獎咧而變得更加出名，跟住就因為你啲獎就係俾曬嗰啲最出名嗰啲人，咁所以你最底層嗰啲，就算可能佢嘅做音樂質素係好都好，但係佢都永遠唔會俾人聽到嘅。其實呢個循環，我覺得你係可以講出嚟嘅，但係就變到好似我喺一二副甚至後場地方都冇聽到。咁咧，然後二副咧出到嚟講TVB 嗰個位置，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跳脱嘅，咁但係我覺得都聽落，我覺得係有即係都 make sense 咁，所以我就 OK 咁樣。咁然後咧，反而咧去到後邊講話將頒獎禮同辯論比，就係話大陸啲咩奇葩説同埋香港嗰啲真實嘅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嘅一啲比較教育意義嘅辯論比賽嘅比較，我覺得其實呢個位係打得好。係因為你係講緊同一個本質上嗰樣嘢，即係大家都係做緊音樂，大家都係打字，但係原來佢都會有能夠有唔同嘅面向啦，可能會有啲可能係著
重於藝術創作，或者有啲係着重於流量，咁同樣辯論都會有啲種唔同，呢兩種唔同。咁我覺得即係再去貼地啲咁打翻嚟，香港而家呢個 setting 咧就係一個好商業化、好現實，大家要賺錢嘅一個平台嚟嘅。咁我呢個位打到㗎啦，覺得係去到二副，我先聽得出呢個位，同埋我先覺得呢個位貼到，我都有少少排斥㗎。咁去到粵方二副，我覺得都唔錯，因為有有用翻個辯論嘅例子，就話咁同埋辯論決賽就俾學生投啊咩成，我覺得呢啲。即係例子都出得好嘅，咁咧仲有另外一個位咧，我覺得粵方都可以講嘅就係個例子用到少少冇嘅題嘅，就話咁講啊，就係咧你哋例子就話咁當揾個完全唔識唱歌嘅人，咁好出名嘅咁樣佢去唱首歌嘅話，咁佢肯定好多人投佢噶，例如美斯咁樣，我當佢你本身唔係都我 assume 佢唱歌唔好聽啦。咁就係例如，如果佢去唱歌，佢首歌真係上到去啲頒獎典禮度，如果個樂迷佢覺得佢會攞獎嘅，我覺得佢肯定攞獎啲啦。咁係咪如果你點啊？如果你揾一個咁嘅例子，即係咁嘅 situation 講俾佢哋聽，咁如果你先攞獎啦，咁係咪又係你想希望樂壇頒獎典禮有嘅效果咧？即係我覺得你不妨可以用多少啲嘅例子可以問，因為對面先會有問你㗎。你即係你講話我唱歌難聽都會有獎，我因為佢好出名喎，跟住對面問你例子啫嘛，我覺得咁，但係你哋係冇講到例子，但係其實應該講難，即係求其講 Elon Musk 都有得嘅，即係其實你係即係講一個好出名但係唱歌應該唔聽嘅人，你其實都會係啊，周一紅又可以啊，咁之後咧Freddy 啊 Freddy 我就覺得甲方一出到嚟咧，其實又係問翻你主辯一開始同埋公辯一開始第一條問題，對面有咩客觀標準或者咩成，我就會覺得啊，又係呢條咁樣啫。所以我覺得即係問題嘅設計上，我覺得甲方可以跑多少層次。咁但係你去佢個後邊咧，之後又講翻嗰個商業嗰個位啊，或者咩成，我覺得其實嗰啲應該先係要自強嘅位啊。即係你覺得對面話係，即係佢講到好理想化或者咩成，大家都睇或者咩成，但係問題佢現實唔係咁啊嘛，你應該係 suppose 佢講啲嘢嘅，咁我覺得打翻嗰啲位高少少嘅。咁然後最後一個位咧，我覺得係略嫌有少少失望，因為甲方冇講到呢樣嘢，就係佢都結俾我聽到少少，就係其實本身歌曲作品藝術作品創作出嚟咧，應該就係俾大家有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同埋唔同嘅理解嘅。即係同一首歌，對於即係你無論係電影創作定係文學作品嘅創作，其實都係同樣效果。我做出嚟可能兩個人睇，但係兩個人睇同一套作品會有唔同嘅演繹、唔同嘅詮釋、有唔同嘅感覺噶嘛。咁而我甚至我一睇呢條片頭，我會覺得呢一個位先係點解要俾樂迷去選一個作品究竟攞到獎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評分。咁但係佢就去到見面，一開頭先聽到先就話，我每晚聽歌都會有感覺話咩事。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位唔單止可以做一個見面事情，我覺得係能夠喺主線上都有幾強嘅效果。咁最後講多少少粵方見面就係，我覺得你係有意識到全場主要市場係啲咩嚟。咁但係咧，我覺得你最尾打出嚟嘅效果就好似重新將嘢講一次，你 set 落去落，即係去講話哦，今日呢個市場你講呢個講咗啲咩？你唔啱嘅，你唔夠我，即係你唔夠我踩呢個位，跟住就一二三字場，所以最尾因為呢三樣嘢，所以我贏咁樣咩事？我覺得略嫌少咗呢個總結嘅效果，都成日都是將啲嘢攞翻刺出嚟講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位可以再花多少心思，有少少平衡咁樣。Hello， 觀眾各位大家好啊！咁因為呢場比賽本身，我會覺得即係對於啲即係上咗年紀嘅，咁係有啲壓力嘅。因為我 expect 會係兩啲不停咁一啲我唔識嘅歌手啦，我唔識嘅歌啦，我唔識嘅例子出嚟啦，咁然後我就會完全喺度 blank 曬，但係又要扮識喎。咁但係得翻嗰件事就係啦，成場比賽裏面，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對於今日流行音樂發生緊啲乜嘢事，其實大家都好似唔好講到一啲好實在嘅嘢俾我哋聽。咁呢個係有少少嘢出奇嘅。咁另一樣嘢就係咧
我會覺得在呢場比賽裏面，如果你講到即係樂壇頒獎禮嘅話，咁會唔會有一啲現象可以即多少少同其他嘅即係唔同嘅頒獎禮做啲嘅對比啊？咁又即同我哋現實嘅一啲嘅即係面對嘅狀況嚟講咧，多啲對比。咁正方會甲方會多少少嘅，乙方真係唔係好多落地嘅位置。咁另外，如果我要即係評翻成場比賽即係整體嘅印象嚟講，咁如果我要俾甲方係輸嘅話咧，咁個原因應該就會係甲方將條主線收得太過窄，將個行成個嘅嗰個嘅即係定位定得真係好窄。咁一來淨係流行，二來就淨係即係雙元拳王嗰啲嘅關係。咁我會覺得喺即係今時今日嘅即係個社會裏面，今時今日呢一個嘅即係唔同嘅方式去配送呢一個嘅改變咗之後，我會覺得做音樂係好似以前咁近幾年嘅年代，即係話好多嗰啲咁樣嘅細嘅 labels， 佢哋可以係用好少嘅資源都可以喺夾縫之中生存，甚至係因為有一啲嘅即係配送嘅平台譬如話iTunes 就貴啦，咁但係睇下如果有其他 Spotify 可能容易上架，咁亦都真係好容易去上到嗰個嘅即係上流量去車所謂嘅，即係話我哋可以即係屋企自己間睡房度做一隻歌出嚟之後，然後抌上去個單行道，然後就全世界人都可以睇到，全世界人都可以聽到睇到，然後走去俾錢我。咁呢一個係一個大分別嚟。即正方 sorry 甲方講嘅嘅嗰個世界，我會覺得如果你講緊十年前、二十年前嘅呢一個嘅做音樂嘅嗰個環境嚟講，可能會比較近啲。但今時今日，如果收入就係喺我會有少許嘅懷疑。如果我講正方，咪甲方就係咁。咁如果係粵方，我要俾你輸嘅話咧，咁第一樣嘢要睇嘅咧就係呢個真係有啲重要嘅啦。你走去睇翻 DSE。作品嘅嗰張評分紙裏面，第一格成四個格係乜嘢？咁而最重要嗰格就係嗰格嘢裏面，嗰格內容裏面喺啲老土死板嘅中文老師佢哋評分裏面，究竟點樣先可以攞到一啲分？究竟點樣會跌咗落下三格？你記得最關鍵嗰個位喺邊度？好老土嗰個位啊，落唔落位置啊？好老土㗎嘛，嗰班 lyrics， 即係你要有實在嘅例子，咁就係即四分嗰個位嗰條界線，好多時係見到例子佢就會俾你㗎啦。咁但問題就係，今日我會覺得反方由 sorry 粵方由頭到尾，都唔肯即係豁出去落一啲好實在、好貼地嘅例子。咁好多時都係喺理論層面上面，佢就係講好多嘅。我同意啲理論層面上嘅幾多分。但係如果我作為一個好老土嘅marker 嚟講嘅話，你冇一套實在嘅一套現實嘅嘢俾我睇嘅時候咧，我好難判斷咗你嗰樣嘢係真係咁啱。咁呢個係好致命嘅，我覺得。咁呢個就係即雙方如果你要輸嘅話，個第一個理由係咩咯？咁至於落到去即係成場嚟講，我覺得整體印象就在於我自己就冇真係好份心咁睇落呢條。咁我淨係坐咗落去，我哋打完，咁我坐咗扮鴨，咁扮咗一次大鴨，咁我嗰個感覺就一坐落去呢條議題裏面，咁好容易就會咧，即係偏咗去一個方向，即係兩邊係好極端，兩邊都會將啲嘢嘗試推到極端。一邊咧，粵方就一定會講到啲樂迷咧，全部都係唔理性啊，全部咧都係即係一衝入去咧就淨係衝去個票箱度，淨係抌咗嗰張票落去嗰一個嘅即係。聽都唔使聽啊！咁然後就舉曬牌啊，敲曬棒啊！咁呢個就係粵方嘅嗰一個嘅，即係成個 fans 嘅心態。咁至於即係甲方嚟講，就覺得嗰啲專業嘅，其實都不成日聽呢個，佢根本平時唔聽歌嘅，甚至佢平時都同成個流行社會通通都脱節嘅。最好咧就嗰班專業評審咧，應該係平時投票嗰陣 exclude 佢哋啦，因為佢哋呢啲會 distort 咗成個咧，即係。成個孤嘅一啲，即係好容易做啲錯啲嘅方向。咁但係我會問一樣嘢就係，係咪有需要喺呢場比賽裏面，即係將雙方，即係將你對面嘅
嗰班咁嘅人 put 到咁盡先？即係呢個第一個，我覺得係你喺諗嘅過程裏面，你要諗清楚嘅一樣嘢，即係究竟即係我哋喺呢場比賽即係開始咗好耐，已經喺度笑緊就咦？有幾時你要擺評判上台咧？例如講，其實啲評判咧點解會有坐喺評判席嘅咧？因為啲乜嘢去話俾人聽佢哋係專業咧？因為首先其實即係你望住我咁，你會覺得佢嘅專業度喺邊度啊？佢嗰個 qualification 好難嘅，或者佢對於張分子裏面嗰啲每一格裏面嗰啲內容，嗰、個評審嘅準則，佢哋係咪個個都有 standard 嘅一個誤解嘅？佢呢啲嘢其實即係冇，即係你好難去講到。咁你點樣去判斷嗰個嘅即係專業評審真係好專業咧？咁又或者調翻轉就係、樂迷裏面有冇啲人係真係有即係、就是、有一啲相關背景啦？咁又再問嘅問題就係、有相關背景係人嚟㗎嘛？咁有冇個人嘅喜好啦？咁呢啲通通都會影響到你最後嘅判斷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你有需要去將雙方嗰、那個即係、對即係對面嗰邊嘅嗰個嘅即係評到即係得到咁遙望下咧。另外一個係即係雙方喺博弈主線，其實應該要問清楚嘅一樣嘢。咁再落去就係甲方講緊好多講話，其實頒獎典禮某程度上係一個指標指向性，話俾人聽邊啲人值得投資，邊啲人繼續去即係我哋應該去即係俾資源佢，從而令到個行業可以發展。我應該呢個就係即係甲方嚟講最想帶俾大家嘅信息嚟。咁但係我會問一樣嘢就係、其實頒獎典禮究竟係事前嘅時候嘅嘢嚟㗎，事後㗎嘛係咪？咁即係話佢做咗一年嘢出嚟，咁我然後先俾一個即係結果佢，咁然後我再去決定即係出邊啲錢咁樣，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喎，咁有冇嚟啲所以大家喜好會唔會轉咧？即係你哋都會講好多喜好係會轉，喜好會唔會轉？如果喜好轉咗，我之前嗰年嗰一個咁樣嘅即係指標，你投票出嚟嘅嗰一個。去判斷我嚟應該要點樣投資喎，我有機會會諗錯啲錢喎，即係我投資嗰隻手完全錯曬。咁即係我最簡單舉個例，有邊個諗到拍拖由人氣歌手變成人氣歌手一夜之間 ？OK， 之前嗰年人氣，之後嗰年人氣，人人都氣。咁你嗰個頒獎就係之前嗰年最佳最受歡迎，然後揼咗西。突然間冇曬啲人氣嘅話，咁我成日投資咪落空。咁呢個就係你條線嚟講嗰個圖同埋所啲好好概念你要搞清楚，即係佢點解你講緊對翻嘅例有個指向性，同埋我再問一個問題就係更加重要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而家都會用 Spotify， 而家都會用呢一個嘅 iTunes 嘅時候，咁我睇究竟有幾多人買，即係幾多人買只歌嘅時候，就已經好直接地反映咗佢佢。有幾有商業價值啦？即以前你話賣啲 FBI， 大家都會笑佢，咁咪就揾人去數十萬隻咯，然後就拋落市場度咯，然後佢就咁上面咯。咁係有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今時今日喺網上咁樣賣嘢，咁係咪真係好似以前咁樣？咁其實你嗰個錢嘅指向，你睇係睇落嚟再發得上去翻上面啦。所以我會覺得成主持人咁樣落嘅時候，就會令到你有少少難去即係進一步推進，咁至於即係粵方會講咗好多即係專業嘅評審，佢哋會睇即係一大堆嘢。咁我又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啲專業評審究竟係應該係頒獎典禮嗰陣先至話俾你聽我咁樣揀，定還是係一早已經喺即係音樂教育喺個社會裏邊落咁樣即係推動緊發展緊，或者透過樂壇教育推動緊。咁當然啦，即係啲人會睇樂評啦。啲人仲係咪聽收音機嘅專業推介啦？咁呢啲都會係即係我哋會質疑嘅。咁但係評審嘅專業嘅嗰個判斷係咪一定要透過嗰個頒獎典禮去彰顯？我會覺得有需要去再講多少少，即係現時成個即係音樂嘅嗰個產業嘅生態嘅，去到即係依家呢個時代，究竟係點樣去即係運作嘅咧？咁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要講多少少俾我聽，個音樂產業裏面包含啲乜嘢環節？即係我當然聽得好清楚，就係你哋講咗即係大堆嘢，有啲評審準則，有啲嘢需要我去聽，需要欣賞。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俾我聽？就係、是、其實如果即係好似譬如講五年頒獎禮咁樣，咁係咪
成個嘅產業裏面好多嘅環節，我哋有好多嘅環節更加係有時會忽略咗睇唔到，或者普通人喺睇呢一個即係產業裏面之下睇唔到係底層好多人賣緊咩。咁而賣緊咩嗰班人，我哋係咪應該有辦法 reaching 佢哋？如果係嘅話，我哋要搶佢。咁呢個就係更加你可以喺呢啲方向嗰度去即係進一步去即係呢份就係話俾我哋聽，咦？究竟我哋判或者做錯過，或者有冇人真係忽略咗好多喺呢個行業裏面，或者係成個流行音樂產業裏面，或者甚至音樂產業裏面應該關注、應該注意到嘅東西啊？又或者再更加推廣之就係啦，咁如果你講到去即係要令到即係觀眾嘅審美去提升啊，或者令到觀眾嘅嗰一個嘅即係視野會闊啲嘅話，咁係咪我哋會去透過設立一啲嘅獎項？去突顯咗某一啲嘅即係音樂嘅種類，都係我哋值得去即係關注去留意嘅啦。譬如最簡單就係可能樂壇啦，獎勵裏面咁，除咗嗰堆流行嘅音樂十大最受歡迎亞太區最受歡迎男歌手女歌手之外，咁我哋會唔會仲有呢一啲嘅可能最年度最佳嘅古典音樂嘅錄音咯？到最佳的一啲嘅 indie 啦，連到最佳嘅 band 三，即係有冇呢啲嘢？如果有呢啲嘢嘅出現嘅話，又係咪可以完全交曬俾樂迷去做咧？是一啲本身未有樂迷嘅嘢，我哋透過咁樣嘅專業推介，令到佢即係產生咗一個即係新嘅範疇，令到大家會關注走去聽走去睇。咁呢一啲都會係令到條件係可以即係寬闊少少，或者令到甲方。不可以只是在他預計了一種範圍裡面去跟他走，即我覺得是在那個即是主線設計上面都可以進行多少少的地方。那譬如打下去，我會即舉幾個例子，我覺得即突顯翻即雙方的那一個即我話偏政府的問題啦。咁即甲方第一個問題就是在公辯裡面，即係講好多你最大化，你最大化，講好多呢一個嘅冇錢就冇音樂，即係插到冇度嘅，或者即係自由辯論裏面講到去，即係一啲比較即係偏啲極端啲嘅講法，咁即係唔係好細，即係其實有少少深嗰個唔係好細睇音樂，即係睇流量係最緊要。即係嗰啲位置咧，逼到入邊邊嘅時候，咁係好危險嘅。咁至於即係粵方仔啦，咁當你去即係答究竟有邊啲嘢即係？審係唔係專業嘅時候，即係如果有人問到你嗰啲，即係逐個讀啦，譬如話我話啲問題係專業啊，咁曾志偉係咪專業？即係專業你諗落去，你即係呢啲嘢一定會諗落去噶嘛。即係佢完事咧，咁佢唔係問你邊啲人係專業定係邊啲唔係嘛？你可能好難嘅。又或者譬如話講到去邊樣部位係嗰啲人士，當你去即係講緊佢話商業化就係錢啦，就係流量。咁你話即係咪流量代表一切？係咪唔使睇好嚟講咧？即係跟住我覺得跟手就應該攞一個好 extreme 嘅例子，即係一啲好核突、好哗眾取寵嘅人，佢透過哗眾取寵，然後去即係取得大眾嘅注意。咁係咪因為佢有流量，我哋就應該俾個獎佢咧 ？Let's say 林肯聰，即係今日嘅林肯聰。OK， 咁即係我歡迎下 explicit 啲咯。咁係咪咁樣會好啲？我覺得你要落啲實例，真係呢啲位置嘅時候，咁就會令到即係觀眾嘅嘅水平上升啲。我諗我哋講係嘅一個點解？